红啊，啊，哇，你是咧欢喜啥？恁小卢相亲打失败尔，你搁遐尼欢喜，你是对啊唔对？我的心肝宝贝会当落入阮身边，我当然欢喜哦。啊，你拢袂烦恼小卢，那真正嫁袂出去安怎？啊，嫁袂出去啊，甲阮住做伙啊，那唔好。总比甲阿伟啊、甲宇文啊好，互相嫁也阁袂当结婚较好嘛。你讲无影，因两个啊一直拖落嘛，毋是办法嘞。这上大的问题就出在吴秀英啊，还阿伟甲宇文啊，即摆约会啊，拢偷偷啊来呢，毋敢互别人知影呢。好个，再无食，啊无这件代志，咱要知吼，吼，毋知阁要领出什么风波出来。无惊。你不是跟阿丁仔也要合作？你若拄到吴秀英哦，千万这个代志别讲出去哦。知啦，我甲阿公。阿哥有啊，你若害阮阿伟也找袂到伊文哦，就算讲啊，你是要活着，我照甲你比，我甲你讲。你也是烦恼领导去放上头啦，你若要让伊知哦。就算你请济公杠杆，嘛无在了解决。啊，不然来小输啦。先讲出去的人吼，请饮酒食饭啦，你敢无？你是对还是不对？啊，这件代志，咱两个上无希望哦，别人知影。啊，你是要跟小输啥？他派你。哎，孙医师啊，你足罕见的哈。我讲啊，那是因为吼，我本来想你今日节目安排好啊，要去约会。阿所以才无请你来参加啦。无啦，注意，我即马无女朋友啦。哦，你讲讲有遮悬哦，啊？我哪有悬啊？我嘛是强嫌的。我怎讲也咧嫌啦，哈？啊，我正经是有认识过查某囡仔，我对伊嘛真好啊。我讲若是结婚哦，咱每两礼拜就来去看一场电影，每半冬哦，阁会当出国一逝，每一百天我阁送一束花啦。你安尼叫对查某囡仔真好？安尼是对唔好啊！你敢有想过，可能这礼拜我无想要看电影啊？啊，每一百天就收着花，一点仔惊喜拢无呢？啊，时间到啊就送花，未输子孙初一十五固定来拜祖先甲看。啥物拜祖先啊？我用心付出是对唔好啊！咱做代志哦，本正就是拢爱有计划啦。我这号做有计划生活。啥物代志拢有计划？你敢有计划着诊所会收起？啊，你到即摆还阁找无头路？这根本就是两回事好无？我找无头路，甲你有啥物关系啊？玩得简单坏，看你无聊。我当然真无聊，跟你讲我唔再去。什么？哎，我你两个是当作我无存在是无哈？怎么大声说一声？